心灵不整，他说完以后，就没有心力不整。不过他那个视力神经活性很低啊。什么东西活性很低？视力神经。哦。正常要12，他只有8。交感46只有6，副交感31只有8，总能量要78只有14。其实看视力神经来讲哈，这样比以前还不好。哦，真的。以前有30，现在14而已。哦。不过9月哦，这个是去年，他都不会讲话哦。所以你说要越高越好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从这里没有。有一个标准值的。哦，标准值是78，哦，比去年低。对啊。哦，这样。好的，好的。所以我们要多吃一点油脂，是吗？对啊。OK。他要吃到。你说他以前头抬不起来啊、哦？对，他以前那个流口水啊，现在流口水的已经没有了，而且以前他不会跟人打招呼，现在也会 eye contact， 之前有 eye contact， 对，我跟他好像差不多。啊，我们那个志工那个什么什么，好像会啊，呀，他点头哎。对呀、真的啊、他以前不会点头的，现在会点头啊，对，所以而且他眼睛会看着你。对啊，现在呢。他们说哦，没看到这个年纪眼睛这么亮呢。哦，妈妈眼睛好漂亮。对呀、妈妈眼睛很亮。他知道吗？你跟他讲，他知道。对啊，他知道。我刚给他看了那个他游泳的照片，我说你进步很多。以前有的他也。是游泳健将。我妈妈是啊，这他就剪头，他很高兴。他现在没有语言嘛？他失语，哎。对。他搞不好脑筋还很清楚。对呀、所以我就说你这个，脑波你说有比原来好是吗？有，好很多。好很多。嗯。哦，那为什么自律神经的数据会比较？自律神经跟脑波有什么关系？为什么两个没有成？脑是脑哦，自律神经跟你全身的那个免疫系统啊，这个有关。哎，其实说。很多人、有精神病，可是身体很多像精神分裂的，那脑不好、身体很好。哦，所以我妈现在是脑很好，很正常。对，她免疫系统整个坏掉这样，那、有时候不一定有直接关联。所以这表示我妈脑还不错，比去年好很多。对对对。但是自律神经，没有去年那么好。对啊。哦，这样。可是这个活性的部分好像它要标准是12嘛，为什么去年的9月22是 22.3 呢？我们有来那么多次吗？8月啊，你来3次、哦，不过我们要看总量啊，这个活性有时候身体动到这个不准。哦，这样、是，所以这个你现在跟去年九月也差不多，跟去年九月差不多。对呀、是。OK， 所以表示说他的脑波有进步，但是自律神经没有进步。对对对对。OK， 了解。那有什么建议吗？除了吃油要吃一倍，是不是刚刚讲？对、70要吃到70。Omega 3跟 Omega 9是不同的。